来，跑过去你那边来了，你要不要眼镜啊？你看，你看他玩皮，哦哦哦哦，他拿到很开心的，给他，他拿到的时候很开心的。 叫他老爸。他在桌子上这边这样高了。 他要放回去，他打那个背，他打开他要放回去。你看，是不是？他的动作是要放进去的，啊，你看，他不会这样开，他会放在那边旁边，他不会这样塞进去。是不是？还要放回去，他一直黏住他的手。 精彩，值得。虽然有开过学的点心还被拿到完美，但是还是有几位参观认为，这个香港旺角点心的传统美食值得你来排队。一时之间的价格，直到五十九。哎呀妈，还要拿他的卡来。